星光大道，今天周三三位嘉宾，一位是相声演员卓林先生，还有一位本来是我们的参赛选手，光阴荏苒，现在已经沦为嘉宾这个位置上了啊，是我们星光大道。 2007年的年度总冠军阳光，差不多就要太宽啊，重量级人物啊，下面是位苗条的啊影视演员蚂蚁小姐，好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关，闪亮登场。 Yeah.